好，我今天来到这个潮安金石镇的龙格英歌队，然后有机会看到他们穿上服装的一次训练。待会儿这个训练的时候，我邀请这个龙格英歌队的这个陈教练来现场做一个解说，让大家更加明白这个龙格英歌队的他们的这个英歌舞。龙格英歌队这个锣鼓队的阵容还是蛮庞大的。准备开始了。好。你们一开场就是田螺阵，对。他现在切换成了鼓声。中间拍摄比较好看。好，那我们一起中间。
莺歌队不太熟悉，就跟着教练的指点去找位置。打的是麦穗花啊，麦穗花啊。在这边这位置，会飞内外援，那边飞过来。这是一个什么阵型啊？内外援。内外援。成功！我们这里边有两个女角，孙二娘和顾三娘，准备打冲锋。好。准备打冲锋，退，咱们退。他在动的时候咱们退。好好好好好，不错不错不错，